今天再一次分享我们的极限起泡胶包，绿色跟黄色的哦，绿色跟那个柠檬蜻蜓，好来，可以我们打开吧。好喜欢，记得不要靠近身体哦。对，来，哎，妹妹先开。哎，我要，哦哟，哦，我要拎，小心小心。看我的，你看，黄色的，不立体。立体的耶，拿出来，真的好看。哦，来，我们先放旁边。那我们也准备好起泡贴喽，好，要先多压几下就可以。每天都要准备起泡贴哦。对，我们已经把这三款不同的六个颜色都分享给大家。之前的粉红色、紫红色，然后白色，还有紫色，对不对？这个好美哦。对，来吧，哥哥已经开始在用了哦。好，一开始的时候它颜色都比较深，不是浅啦，它比较深。你看黄色跟这个是浅，它起泡到后面会变越来越怎么样？颜色什么颜色？颜色会变白色的啊，越来越白。这，然后一开始本来是透明，然后就会有金属感。没关系，你要多弄几下，不要太大力哦。对对对，太棒了。慢慢起来，慢慢的起。一开始是比较硬，是不是？对，好硬哦，有点好难起。但是它的 CP 值超高的。CP 值很高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很软。很软啊。然后还是我在用手。一点都不软，我感觉这有点像假水。还是我假水。我在用手。假水是很黏哎。没有，假水很 Q 弹。加水 Q 弹，可能我在玩布丁了，还是完全已经不是水母。哦，再来，这下多弄几下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像妹妹她，你们昨天玩的啊，一个是蓝莓，还有一个是不是蓝莓？荔枝，荔枝。那不是荔枝，那是水，那个樱桃跟对那个椰子，对椰子，它就玩起来以后，你看到后面就整个都变成金属的那种金属灰啊。超好看的，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让它多起泡。起泡的意思就是会有啪啪啪，让它多伸展延展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小心小心，多延展，它这个颜色就会改变喽。那阿妹的哦，这边青绿色了，阿妹青绿色，耶，来再来。哎，我就捞不起来哎！你看，小丽，鼻子好痒。对啊，来吧。刚才说快塞了。对。因为你们有，太棒了！快，哥，上学。哥哥要上学，哇！这次疫情真的是大家都很辛苦，因为在家里做快塞，有没有？整天都在做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这次疫情大家都很辛苦。去年的时候是。三级警戒嘛，然后大家都不能出门，然后每天都不能上课啊，不能出门，都在家里面。为什么哥哥的比较好看？有吗？但是你刚用的那个青绿色也很好看啊。来吧，阿坤的。他的应该会到后面变比较淡黄色，会越来越淡黄色这样。还是拉色性不好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感觉就挤在第一开始会比较透。然后最后就会变成木。哦，还是我用手好了。用手也可以。我超会用手的。哦，有点淡变，你看，有点发光的那种白色出现了。金属感，对。我选个小花花。哎呦。哇。看公的，哎呦。哇，这也太棒了。我来，有个泡泡，你们安静哦。有泡泡，哦哟！我也要拉很紧。
对，你也来拉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它会断掉。断掉。我们家没有大猩猩。有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大猩猩吗？哦哟，你看妹妹就是慢慢拉，不要拉太快。哦，对，它没有。拉慢一点。还没有星星哦，来了，推，哦，别，有了，哦，拉的时候轻慢一点拉，那我拉超级无敌啊，拉慢一点拉，对，慢一点，对，慢，很好，慢慢拉，慢，有颜色有慢慢不一样喽，慢的，好。用拳法，哇，好大声哦！换妹妹了，他都突然笑，还没好。每次起泡，有时候都突然笑。哇，好大声哦！看我的更大声，因为我是起泡高手。起泡高手，哇，变长了。起泡专家，我是起泡专家。起泡专家，因为我非常会起泡。第一开始，你看这边好险哦，这个原本就没有粘住了，没关系，你就，因为它比较。第一开始我开始学的，对，我就是看网络，学。对啊，我们这次分享是我们第三款或是第三次来分享给大家。这是第四次了。第四次了，这是极限起泡胶，我也是我爸爸，就是昨天不是又跑去那个书局买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。然后我们就玩六种不同的颜色，最后它起就是所谓起泡，就是帮它拉起来以后，那个颜色会越来，它会越来越透白，这叫做起泡。越来越大。对，越来越透白。哦。我觉得 CP 值很高，因为就是它不贵，一个大概50块，然后可以一直重复在玩，有点像我们之前玩的科学粘土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什么是科学粘土？科学粘土，我们之前不是有买科学粘土？什么科学粘土？颜色很漂亮的科学粘土，你这个快被拉起来喽！什么科学粘土？哦，对，科学粘土。快被拉起来了，那个快被拉起来了。你先用空中横的。科学粘土是什么？来给你。科学粘土是什么？科学粘土啊，就是我们之前就是一个圆盘的扁扁的。有深蓝色、深紫色，然后还有深紫色的啊，蓝色的啊，粉红色的啊，金色的啊，有金色像那种盘子啊，你说呢？对啊，来吧。因为是另外一盒的，一盒有我们先来那个红色非常那个粘手，对，然后那个蓝色泡泡的那个就有点那个脆了，脆泡泡。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结束，退散掉。哦，因为我们现在上课有时候有一搭没一搭，一直被停课，一下子可以上课，一下又不能上课，太奇怪了。那现在陆陆续续大家开始在签小朋友的那个儿童疫苗，希望大家打了以后能够平平安安，不要有太多的副作用。爸爸好像说会有副作用，要看人，不，这没有一定的，好吧？我们分享给大家，这一次是柠檬的颜色跟青苹果的颜色，绿色的。这个是青苹果，它叫青提，对，青提，有点像，它长得又是这个水果没看过，有点像葡萄，对，有点像葡萄，绿色的。它是什么水果？哦，你看它颜色已经变得有白黄。你看我的超清爽的。对啊，你看。有点像清凉的春。春天，你看它本来从很绿色，现在变成清凉的春天，有点像是淡绿色了啊。哥哥这里也是啊，哇，清凉的春天，清凉的春天，没有人会享受热的夏天。数我，哇，看我的，你看我的，哥哥妹妹，哦呦，好吧，分享给大家，这是我们这一次。玩的那个起泡胶，哦，好玩吗？好玩哈，喜欢对不对？哦哟，哦，好吧，就把它拿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分享给大家，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喽，拜拜，拜拜。